我是刚刚公交车上的2014年1月4号台北双机场转进来12:04出发，这是耶我超爱的那个 NH 日空波音767，在松山机场台北双机场，从羽田日本羽田机场飞往台北松山机场，准备降落在松山机场了，超感动的啊！好久没有看到 ANA 了，准备降落，好像500、400、300、200、100。ANA 全日空准备降落，哦，降落在松山机场哦。降落降落了，我的 ANA 全日空超感动，降落在台北双机场了，耶，我的 ANA 全日空在台北双机场降落了，波音767，我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就能到，一起逛好面的呢，拜拜。终于降落。